我们做了一个物理的盒子，让人来替代驾驶员的驾驶认知，我们把它叫做驾驶脑。用这样一台驾驶脑在学习驾驶员的技巧，我们把重点放在驾驶员的驾驶技巧的积累上。我们这套自动驾驶的这个方案的话呢，不需要对现有港口进行改造，或者是非常少的改造，这个价格啊成本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下来。在运行上，我们每公里的在这种成本上我们要省1块多钱。我们采用这种电能的，我们实现了一个零排放，